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药师宝灿》。信心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忏法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咱即阵继续过来讲解哈，药师宝忏还有忏法哈。咱顶阵啊，讲解到讲佛啦，哈，诸菩萨、诸大菩萨。为了要让众生得到安乐，那么让众生呢拔除一切业障，而且会当建立真殊胜的功德，而且呢要让众生呢会当满受诸佛的大愿，满受诸佛的大愿，而且佫要让各位啊会当记住。继续哈修持诸佛的名号，读到这呢，咱就家己也感觉真正，哈都忏悔。佛的一向拢咧为众生，唔是想讲咱呐凡夫啊，一切拢为家己。佛一切咧为众生呢，要让众生得到一挂这里。大愿，后壁有众生成佛，就无上的菩提。所以佛啊，首先啊，要说诸有情啊，予咱人啊，哈，咱哩得到安乐，而且呢，拔除一切障碍，说各种各种的法，真济真济种的法啊，要拔除一切的障碍。啊，这障碍是哪种障碍呢？身体上的障碍。心的障碍，思想的障碍，种种的障碍啦，这样子障碍啦，要甲咱拔除咱的障碍，而且要咱建立一个真正殊胜的功德。啥做殊胜的功德呢？好，咱的修行正果，好做殊胜的功德；好开发咱的大智慧，好做殊胜的功德。好，而且要好为大家呢。会满修圆满，满修圆满来修这个佛法，哈！一大愿，诸佛的大愿。因为过去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以前嘛是拢是佛，众生皆有佛性，拢有这个佛性，哈！所以这个的大愿，要大家圆满过去生生生世世无量劫以前各位的大愿力。这点真重要，这是佛的大慈大悲才有这个想法。讲要大家圆满恁过去世无量劫以前，拢伫佛世界净琉璃的世界，一时啊，予各位会当回归修那个净琉璃的世界，净到这个高位。所以佛啊，这慈悲咧，拢一直轮回伫世间，无论哪一种人，伊嘛来出世，出世咧为着要说法。要予咱众生所有诸有情啊，会当得到这个妙法，会当回到转去。有一天，咱若世间歹大，咱有法度回归本位。若是咱要是自世的时啊，咱的智慧会当觉到咱的智慧，哈，咱的觉悟、开悟、开悟以后，咱过一个
即身身体就是佛，咱的心就是佛，哈、啊，那么就是一个觉者，咱一个觉者的境界。好，而且呢，在咱世间呢，咱在世间呢，继续修咱过去生生生世世，大家拢有发一个大愿力来在世间，这点真重要。大家拢发愿力在世间，啊，但是咱都唔知啊，为了世间的名利。种种的贪嗔痴啦，五毒、三毒、五罗恶世家呢，咱只轮回只转，煞未记得咱家己是啥人，煞未记得咱家己是啥人哦。这点是非常会懊恼的代志。好，那么咱就是过去生生生世世，大家一定拢有发愿要来个世间行一转，但是咱未记得啊，那么分啦，好，就大慈大悲啦。好，要为着予咱会当建立殊胜的功德啊，殊胜的功德，诶，加这个庄严的功德，而且要予咱圆满咱过去生生生世世所发的愿，伫即世会当圆满，会当具足，会当得到这个法益，会当得到开悟。所以佛啊，来世间啊，说遐尼一法，那尼遐尼一法，哦，有嘴讲也无赖。因为是安那佛会讲遐尼一番呢？因为咱伫世间有84000种的烦恼，84000种烦恼呢，所以必须要讲解84000种的对立，即个解决这烦恼方法。这是干那佛教我都讲的啊，那一般咱凡夫无法度讲。好，这点的经文呐，哈，为欲满修。为欲满修，哈、啊，这个诸佛大愿，哈、啊，满修诸佛大愿的道理，哈、啊，满修诸佛的大愿，哈、啊，诸佛大愿呐，都是各位过去生生生世世，或者诸佛菩萨发的大愿呐，咱会当依照诸佛所发的大愿，那么各位十方善知识。哈，你爱了解，哈，你爱了解嘞。有一种是咱嘞爱做佛的法的愿嘞，往往嘞，哈，往往嘞嘛是，好在这里，往往嘛是替嘞法的愿，就是咱的愿，佛啦所发的愿，就是咱的愿。往往嘞，佛发的愿四大愿，哈，这都是咱的。咱的本身，咱家的台湾，咱家的台湾。咱因为咱唔知，哈，因为咱唔知咱有这台湾呐，哈，所以啊，咱这里叫做，才会甲咱替咱发这个愿，讲予咱听，咱爱去觉着，爱去悟着。好，那是这个吉祥王如来，伫公性的世界。一发的愿，四大愿，四个愿。好，那有时候琉璃光如来了，一直净琉璃的世界，一发的愿，十二个大愿。哦，这十二个大愿啊，往往呢，拢有的都是咱的愿，咱未记得尔。是安尼，因为当时啊，佛。伊有时琉璃光如来啦，伊在琉璃世界，净琉璃的世界，咱过去生，啊，必定有一生啦，嘛伫甲甲佛共款住世伫世间，那佛的眷属，吼、哦，那么佛的眷属咧，伊就当时发了足侪愿啦，咱呐一生因为唔知啊，所以佛啦啊将这个愿呐讲出来。讲出来，予咱照佛所开示的愿，咱嘛继续去修。所以咱来修十二大愿啊，咱嘛是正意是有时琉璃光如来，哈，伊的妙法的化身。这点各位爱即个认识。有人来问讲，老师是安那佛的愿，甲我哪有关系？真大关系。现在要请大家，你要发愿是安那发的愿，安那发，叫我达到回等于净琉璃的世界。请问各位，恁要安那等？
或者讲啊，我要对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了，要安怎才好到跟阿弥陀佛平行，平圆平大？你要安那？有啥方法？四十八大愿。好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啦，咱时时持念上念四十八大愿啦。那么安尼呢？好，咱那照安尼去做，好去念这是早暗持这个四十八大愿啦，咱就是。化身有一天咱是世间大败大了以后呢，咱就对西方入去啊。这是千真万确，咱如果到西方，叫做世界的净土去。所以佛的愿呐、啊，法的愿呐、啊，各位爱注意。你若看到这愿，讲哎，念得很舒服，这就是生生世世有真深的因缘，真深的因缘的结的果就对。啊，甲因，哈，所以。为欲满受诸佛大愿啊，继续受持诸佛名号，而且会当予各位要予大家呢，继续什么意思呢？思想无障碍，哈，啊，要讲无障碍，要做无障碍，要表达无障碍，即个继续，咱人继续啥？哦，记住都是啊！我有讲话，也要讲话，我也要想，我也要表达，好、哦，我也要去做。而且做的无唔对，做的咧，佮甲佛当时所做的完全一模一样，相法转时呀、啊，这相法转时就是意思。好、哦，咱有记住修持，好、哦，咱身体咧啊，会当健康，好、哦、啊，头脑清醒。咱表达，我就表达；咱讲话，会当要讲话，所以要传一个话不简单。好，咱的口，咱的嘴，哎，我都讲，所想的我都讲出来。那无呢？咱就大字大字，臭人糟，臭人呆，滴滴滴滴在提呢，可能想要讲提不出来，真济真济呢。一旦提不出来时，你要表达的是你无可能表达啦，这都无完全记住。哦，但是啊，咱嘴顶讲讲足济咧，结果脑海内咱的心啊，智慧无够遐，所讲的拢花花果果，翻翻果果，哈，你无花都翻啦翻，颠颠倒倒，颠倒梦想，奇奇果果，这都唔对去，哈，这都无记住啊，啊是记住啊，咱五官。目睭，哈、啊，目睭在看，看了真好势，哈、啊，目睭看了真好势嘞，咱都看了，我都马上领悟。咱若目睭无看，你根本都含经典都无可能看，册你都无可能看，外面的物件你无可能看，你无可能看，你哪有可能去做足济工课呢？迄都又个无技巧啊！啊，是讲咱嘴舌的感觉，迄个咸酸苦涩拢唔知，哈、哦，咱咸酸苦涩拢唔知呢，哈、哦，那么咸酸苦涩你唔知的是啊，你要人讲讲哦，这法是安那，无可能的代志，好、哦、无可能，假使你若食了咸，你嘴无感觉咸的。你敢讲嫌我哪知？我唔知。啊，记住咱鼻啊，一鼻，嗯，这熟茶吼，这是檀香的啦吼，啊，这沉香的啦，这是老三的啦，吼，啊，这好多什么什么迄个吼，小南的啦，啊，化学的啦，你无记住，你哪法度敢讲这个叫做鼻出来是香的啊臭的？无记住，哈，鼻啊呢？咱无听诶，耳也无听诶。你若无听呢，你敢讲哦，音乐偌好咧？哪有可能？无记住，目睭无看，青盲，咱无看啊，无法度。你若法度敢讲哦，这查囡仔偌水，这查甫偌缘投，无可能，嘛无可能敢讲哦，佛偌庄严，佛的鼻啊，目睭啊，吼，目睭啊，啊，目白毛遮长，吼，啊，目睭咧，鼻咧。啊，耳啊嘞，甲肩甲头，吼、哦，下头嘞，管面顶一个肉肌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三十以上嘞，
哪有可能甲人讲呢？你无记住，哪有可能要甲人讲有这个这呢因这呢殊胜的因缘，这呢殊胜的功德呢？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继续修持，诸佛名号，而且呢，咱我都达行了完整，五官完完整整，五官完完整整，而且呢，有智慧，有智慧。有思想，有见解，有定力，哈，会当接受到法师、师父、觉者、哈菩萨、阿罗汉、善知识、圣贤，哈，所甲咱讲的这个佛的名号的内涵是啥意思？咱佛的名都是法来的，各位是否善知识？佛名都是法。佛名不是人，各位要弄清楚的。我常常听到一挂信徒来，好就不好，是阿弥陀佛教的，阿弥陀佛上大，我道的嘛上大。我跟你都无开悟，我只上大，无开悟。哈，咱若有开悟者，小小咱一个人名都真大啦，小小的一个人名。当时我是大人，甲号我的名，号做天王。啊，我有一个问爸，你也甲号做天王啊？伊讲，哎呦，对对啊，天号别人王，天号这个假王，天号别人王。我讲，我也无啥，无啥要号王，要有啥好号人王？我家己都七三六撇啊，我咧颠颠倒倒，要安怎号啥人王？好，要号啥人王呢？啊，伊讲，阿爸你就知啦。结果就是爱修行就对啦。啊，修行诶，咱爱弘扬，互人扬诶，拢听无别人扬。诶，因为我老爸甲号这名袂歹了吼，所以啊，来结缘诶啦，愈结缘诶，大家缘分愈深。吼、哦，哎，我感觉真正感谢我是大人，甲号都听无。好，凡事啊，当时因为我真卡做山人，真善，拢食汉钱欠大汉诶，艰苦到有看。啊，所以生一个来呢，第二个好多天王，但是天王都是法，一切的法。好，天王都是死甲死，天王都是天甲王呢，就是、爱慈悲爱喜舍，爱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。啊，慈悲喜舍，好多天王。那么在座这地主的名，啊，地主的名呢，各位恁的名，嘛是慈悲喜舍，好，嘛是慈悲喜舍。哦，那么啊是翠英，翠英，翠是啥？哈，翠的无污染，无污染，内底是完全透明的。好，迄个，那么应者，互人希望，互人生命，这嘛是慈悲喜舍。啊，那么我遮地主呢，或者美玲、美玲，美者，互人欢喜心，记住，周围人的记住，好，啊，家来记住，灵呀，智慧、聪明，这嘛是慈悲喜舍，这拢是法。所以说是一切法啦，都是名，咱的名拢是法。所以有个人要换名，你若要误着，你就免换名。啊，那是啊，这我这徒弟啊，清盐，清个盐，清水清的盐啊，吼，盐会，盐会都会，会都会的如根。你若安尼是你误着，哦，我开始，我清者，我心清，智慧明，哈，心清，头脑清，是智慧明。我要组织咱一趴会，一趴会呢，要互人呢，所有结缘的人呢，甲我同款，一，我有相信佛。第二，有照佛所讲的法去行。第三呢，我爱实实在在去修行，去做。这嘛是一清严，这嘛是慈悲，嘛是喜舍。所以各位啊，你要好名，是大人好咱，好咱认了一个名。你爱要用用在你的生活中，做你的人生，哈，这都是种嘛是名较好。修持啊，诸佛名号，
祝福就是所有的成就过的伊的法的名。那么啥是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是咱的良心，阿弥陀就是咱良心。佛者觉悟，咱大家爱觉悟着，咱每个人拢有一个良心，咱唔好把良心砍掉的，咱唔通让咱的良心呢叫告解。所以阿弥陀佛啦，就是咱觉着咱每个人有一个良心，啊，知影每个人拢有一个良心，所以这叫做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才记着修持诸佛名号啊，诸佛所有各家的妙法，各家开悟者的妙法，若是各位恁即摆今日已经悟着了，悟着我讲这个法呢。好，那么恁就是爱，嘛是诸佛名号，恁就要时时修持。那么诸佛名号呢，过去是生生世世呢，因为我是安那那无，我阿天王，我到伫世间呢弘扬出来呢，因为我无修，要咧学。啊，阿弥陀佛呢是安那伊名号会流传所有虚空三千大千世界，从诸佛菩萨拢有知影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。因为四十八大愿一共就大，好已经呢成就成佛了，好所以大家明白咧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啊，伊这观世音菩萨嘛是名号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唔是人，伊是佛，好唔是人哦，是佛，好就各者各有情者，好观世音菩萨。就看世间所有的人，拢是有一个情存在，叫做观世音菩萨。咱看了世间所有的人甲人，人甲万物，拢有一个情的存在，哈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各有情啊。各位，那么啥修持呢？接受是时间末条呢？哈，这个阿弥陀佛，我的阿弥陀佛，消灾又延寿又殊福。啊，消灾延寿有殊福呢，我个末条呢，末条呢保持着的，我就叫有殊福啦，所开始的妙法去做，用在生活中，哈、啊。那么这叫做修持，哈、啊，诸佛名号。那么今日咱消灾延寿，这里有殊波禅，好、啊。那么咱时时呢修持，哈、啊，这里叫做保持着将这佛名。时时藏在咱心肝内，藏在咱心内底。那么咱时时念南无大慈大悲消灾延寿有延寿有殊福，也是消灾延寿有殊福。南无消灾延寿有殊福。任何一个菩萨啊，你头到尾甲持着这个菩萨的名，你就咧修行啊，你就咧修。因为这个法要消灾。延寿有殊的，伊所有这个话就这大本，讲未了，十劫、一千劫、一世人拢讲未了。所以佛来的慈悲啊，要为着要让大家会当，哈，五官具足、头脑具足、智慧具足，拢有啊，会当满修哈，诸佛的大愿，诸佛的大愿力，哈，过去是生生世世恁的大愿力，会当。继续讲，这世人搁修持、保持咧，搁继续精进，好，未来就会达到这个成佛的这个高位。急正法补充一下，急正法啥子正法咧？这点各位爱真注意。正法就是咱的对内心、对反省、忏悔说出来为正法。啊，昨下咱我去三宝寺上课，啊，有一个地主啊，伊摕来问，问个老师啊，你看我哪会趁钱袂顺？我你都无带钱来，一世人你若要做啥大做大了，小做小了，去上班都拢袂了。啊，我这个伊讲老师，我已经做五届，拢失败五届去啊。讲敢无啥物方法落解？
那解有什么方法都解邪法，不是正法。真真正正的正法啦，就是咱内心心内，咱要反省忏悔，唔对的改过，唔对的淡掉。啊，咱啊，良心的对好去行，日行日行一善，日行一善，好，安尼去做人，咱的命运才有得改善，这叫做正法。